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饭年五十，我是海清。今天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上周日我们小分队在 Bronte Creek 省立公园的雪地徒步。这次我们走的是 Bronte Creek 东边的一些徒步路径，因为头一天下了一场大雪，使我们这次徒步的乐趣增加了不少。下面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我们这次徒步所见的美景。